陈小春便身为考古学家助手二师兄，高蕾蕾变成体育老师吴米提，胡杰琼变成摄制组工作人员舒尔，在各自的环境里适应自己的新身份。彪悍的女汉子，节奏快点，节奏快点，节奏快点。陈小春跟着身为考古学家的师傅和五岁半的大师兄，甚至试图进入《鬼吹灯》小说里的精绝古城。本节目由原装进口福特探险者冠名播出。疲惫的过头，想的眼泪了，想的寂寞，好汉不回头，我不会回头，你打死我都不回头。快点徒弟，快快快，我们走了，我们走了，快追快追，快快快快快快，稳不稳啊？走，走走走，骑骆驼一样啊，考古的话这么简单的事情啊，不是那么简单吧。师徒三人作为遗址中的工作人员，独自进入精绝古城核心地区，而摄制组只能在原地等待。制片双儿驶出沙漠，回到吴米提老师的摄制组从事制片工作。今天是体能和身体训练，这应该是这一个星期训练量最大的一天，你做好准备啊！今天训练直接决定咱们周末比赛的比赛阵容，如果你们训练不全力的话啊，最终的比赛你不会参与。好，准备，来，队长出列，带着所有队员做准备活动，快！哇，好甜！制片双儿负责去往葡萄园，给吴米天老师和孩子们采购水果。哎，这个多少钱呀？我一个人搞不动哦。我一个。那比赛好吧？赌十块钱。水过来吗？怎么搬水过来？也不给孩子们喝，就直接训练了。跟我一起做啊！来，腹肌，两头起啊！没有停，没有让你停。继续，继续，快！哎哎，冲这边，冲这边。俯卧撑就是休息时间。快让他们吃点东西吧！好天哪！快来补充点维生素吧！哎呦喂！你是电动关电机的吗？来，粉了吧，你来给爸爸。好好好，把葡萄放回去，葡萄放回去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放回去，放回去。
你还带回家是怎么着？要打断我的训练课，学校请了我当这个教练，别人不能轻易去打扰我的训练课。你饿了渴了，很抱歉，之前在干什么？你之前没吃饭吗？没喝水吗？对吧？而且在训练当中呢，我是会安排你们喝水的。球队的规矩是这样，就是你要在训练当中的话，不可以吃东西，就是定好时间，什么时段喝，什么时段不喝，不能随时打断我的训练，然后把水果啊或者一些吃的呀、送到训练场，然后停止我的训练。这些东西如果说你需要给他们的话，首先要经过我的同意。我当时经过你同意了。可是你都已经把它端过来了，我然后我觉得就不太好意思在孩子们面前太过分的说你。但是现在呢，他们在训练，我想单独的跟你沟通一下。可是对孩子没必要那么苛刻吧？那球队就是这样的。感觉他说的貌似很有道理的样子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反驳他。我只是觉得，对待孩子是不是可以稍微宽容一点？最后能够参加比赛的队员，就是报名的队员是16人，我们必须要淘汰6个人。最后一个呢，可能用体能，今天我会淘汰3个人。来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快快来，活动，你太小了，我担心他受伤，你知道吧？他太大了。